玩乐三分钟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汪汪队的新玩具。这是汪汪队毛毛，毛毛的头上戴了一顶消防帽，身上穿着消防服。嘟嘟，超大号消防车开过来啦！毛毛上车。开车顶盖，升起炮台，这是一颗水炮弹，放进炮台，发射，还有一颗水炮弹，也放进去，发射，救援梯靠在车上。毛毛可以从梯子上去，再下来，毛毛还可以来云梯勘察情况。救援弹床放在这里，毛毛勘察完毕，下去咯。救援弹床接住了毛毛，下来吧，收起炮台，盖好车顶盖，放好救援长梯，毛毛上车，出发喽。接着拆开第二款玩具，这是汪汪队塔克，这辆是塔克的摩托车，有两个车轮子，让塔克上车，出发，路过超市，这是艾拉的摩托车，让塔克的摩托车跟他合体。哇，好酷啊！艾拉上车，塔克上车，出发，路过蛋糕店。再拆开第三款玩具，这是汪汪队阿奇，这是阿奇的摩托警车，阿奇上车，出发喽！路过超市，大号警车来啦，开始变形，放入发射弹，发射，第二颗，第三颗，摩托车进入警车，再合并警车，阿奇上车，路过商店巡逻，停在这里，打开车前盖，弹射出发，